来看看有没有小卡啊？有小卡吗？其实没办法挂这里啊。我如果维持以前死神是没办法挂这里啊。攻击190，这么厉害啊？怎么突然变190？不是160而已吗？改天借我拍一下。怎么从160变190？你的提升幅度也太高了。没有啊，他氪很少欸，他只有氪二十几万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他只有氪一点点。这里怪血多啊，经验比较血多，经验比较多啊，他氪很少啊，他超欧的吧。不能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课长比啊，那只是个小课奈米课。他奈米课就好几张纸片纸娃的呢，可以挂号三，不容易耶。我不知道可以单挂，我今天才来的。印记云是不是不好上印记？我不晓得，我这个还没有研究，我只知道那个雷电剑第一发是必上，应该不会不好上吧？你技能有学起的话，应该很好上啊。很多技能都会上印记，画完反饼也会上哎。死神应该没办法啦，我如果死神的话，应该是没办法挂的。小龙宇安。全紫装超过了220哦，这么强！你是搞什么啊？我上次看你收藏才9点啊，最高是3。